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说建立一个我们台湾人台湾会馆，基本上我们上一次就已经去年的年会就已经开始启动我们这个会馆的建馆计划，当然我们继续也会是我们往后这几年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募集到我们需要的资金，能够把我们的会馆建起来，